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莫池，你来了。莫池，小林，你给安排啊，你先过去。你干嘛呀？你把衣服脱了，有病吧？脱什么衣服啊？你脱下来看看，浩涛。 你相信我？什么呀？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，这谁干的？哎，葛先生，您看是他吗？是他，真是他呀！我还以为他是您女朋友呢。 那天是这样的，他拿着您的钥匙，我想您和他认识。是认识。对不起啊，这事儿是我弄错了。没事没事，把我们吓一跳，我以为您家进贼了呢。Where is girlfriend? Why she didn't come today? 耿先生私生活是很低调的，所以呢，他一般不让自己女朋友抛到露面。嗯，因为他女朋友太可爱了，男人嘛，总有点小气哈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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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直还有联系吗？你就说一下呀。有啊有啊，我们一直都有联系，我们还是朋友。请问您这次新戏开机，耿博士有没有致电祝贺？私事就不在这里聊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拍照，拍照，再来一张吧。看这里，来，看这里，再来一张。看这里，来看这里。朋友。什么？我想我们两个之间，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不是那么的确定。我们可以做朋友。我想和你交真朋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你这个年龄的。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，没什么共同语言，生活圈子也不同，应该做不成朋友。抱歉。我喜欢你说话的直白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个洗手间。请便。原来是个明星啊，长得也不怎么样。来，看到了吗？啊，看到了没？我跟你说啊，民间娱乐新闻一定是个头版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给你打个预防针嘛，免得明天你看到报纸，你的少女玻璃心碎了一地。没有的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，万真真原来是耿墨之的前女友。那会儿耿墨之没有结婚，万真真为了出名就搭上了导演，然后就把耿墨之给当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事儿本来也没几个人知道。后来万真真不火了，然后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他就说他的刻苦铭心的初恋是个钢琴家，然后正好耿墨之火了嘛，他就想借机炒作一把，然后媒体就顺势的把这事儿给挖出来，把耿墨之气得够呛。火
活该！我好像也挺可怜的哈，怪不得他怕被人拍。嗯，听说他闪人了。啊，闪人了？他有这么怂的时候啊？那个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在应付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无聊的饭局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我挂了啊。找了，可是没有。去哪儿了呢？达尔文。哟，万小姐，好久不见，还是这么漂亮。谢谢。墨池呢？他有事先走了。不就前女友现身吗？你至于吗？闭嘴。万小姐，你有怂的时候。闭嘴。求我啊！求我去带你走。有你这样的吗？快开车！每次见到记者就跑路，怂得跟个熊似的。话真多，你快点儿！你不知道腿有伤啊？看什么看？太短了。什么？腿太短了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哎呀，你诚心啊？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是吧？良辰美景的，你不能对我态度好点啊？是啊，良辰美景的，怎么见到前女友撒腿就跑呀？我还不是为了要见你，鬼才信！到底去哪儿？随便，只要没人就可以。有啊。去哪儿？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好怕怕。那你就下车呗。